啊，你好，你看的这一句话，你觉得他像在问什么？你觉得这句话像在问什么？他有没有很像在问 F 不让二的感觉？有啊。对，所以他就是在暗示你，我要找 F 不让二。可是该死的是什么？他的你的函数是谁？对，你看函数竟然是指数的，我又没教过你指数的微分。那你可以教我。可以啊，可是我们大概花四节课就可以教完。OK， 好，所以我们不可能去讲，可是我们可以知道微分的定义是什么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微分的定义。我们现在随便画一个函数图形。微分的定义就是说，你这里有一个点，而你要在二的地方微分，那就是你在二逗点 F2 的地方。那我有一个点要很靠近你。好，那我那个点呢？前面我们采取的是一种比较被动，就是 X 去靠近二。可是我们现在可以用另外一种，就是我其实是一个跟二很接近的数字，跟二很接近的数字，那我只要让那个接近的用 H 来控制就好了。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的斜率怎么找？就用 F2 加 H 减掉 F2 去除以2加 H 除以 H， 就是在讲这一块。所以这个时候的斜率就是在讲这一块。所以这个时候你只要在前面再加上一个 limit h 很趋近于零这样就好。好，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来看一下，你今天有没有一个很趋近于零的 h， 那个 h 给我。好，有。为什么？你看这一个地方，因为这个地方 log 101等于 2.0043， 其实就是在暗示你10的 2.0043 次方就会等于101。那你再帮我观察一下，你是不是加 x， 这里是一个 s，你看这个位置有没有很像2加 H？ 那这个有没有很像？有，所以它就是一个2加 H， 它就会用 F2 加 0.0043， 这个 H 已经就接近你，减掉 F2 除以2加 0.0043 减掉2，所以 0.0043。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认定，因为它是希望估计嘛，就让这个 H 就是这个数字好了，很接近你的数字就是这个 H 好。那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，啊，你上面这个它，啊，不就是十的这个次方，它，啊，就是101啊，题目就是暗示你这个啊。那减掉 F2 就是十的二次方，就是100啊，啊除以0.0043啊，所以这一题就结束了。答案是0.0043分之一，就是43分之一千，一万，在我们里，所以这样一算的话，大概是2点多嘛。200多，对，答案是200多。你有估计一下，因为它的数字都很大，所以单全这样就好了，这样可以啊。所以这是一个定义的问题，还不错啊。